宝宝，我们看会儿书吧。不看书。那我们玩会儿玩具吧。我不要玩玩具。那你要什么呢？我要电话机。你要电话机啊？当当当当，给你买了一个粉色的电话机。好，现在妈妈给你打开啊，看一下。哇，粉色的，真好看，还有轮子哎，这是个车车一样的。我们看看它会不会跑？来，哎，跑了。你看，我们这个电话不仅可以模拟真人打电话，我们这上面还有英语、歌曲、三字经、故事、古诗，我们还可以弹钢琴，我们还可以打地鼠呢，宝宝。那给你玩吧。要不要开心的？宝宝，后面还有一个开关，我们没有打开，看一下。好，现在打开啦。喂，宝贝，玩具好玩吗？好玩。有平板、有手机玩具好吗？好。好玩吗？妈妈，这电话机真好玩呀！